记住，不要怕，守卫一定会放行的。大胆，这可是郡主。杜公有交代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厢房，还请郡主不要为难小的。我听说永宁郡主已经12个时辰不吃不喝了，阿爷说要好生照料，若是郡主出了什么闪失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这我们郡主只不过是想给他送些饭菜，很快便出来，难不成你们连郡主也要怀疑？郡主请。你再次等我。你为什么过来？谁让你来的？不要让长歌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不会领这份情的。你要做的就是故意露出破绽，故意向他提供一些可以逃跑的信息，让长歌由被救变为主动逃，这才是长歌可以接受的。今夜下雨，骤然寒凉，我看护院的守卫都冻得回了家了，就赶紧给你带了些热汤和点心来，你趁热吃。你如何进的来？我现在是郡主，他们不敢拦我。你阿爷杀了我阿爷，你成了郡主，永安郡主。长歌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稀罕当什么郡主的。从你的闺房到这个厢房根本就不会经过后院，你如何知道后院没有守卫？谁教你的？长歌绝顶聪明，如若被他看出破绽，郡主便不许再隐瞒。长歌，你赶紧走，后院的门没有关，守卫也被支走了，有多远你就走多远，千万不要再回来。我如何信？这是你阿爷的拳头，还是杜如晦的拳头？届时就说永宁郡主畏罪潜逃，死于乱箭，是或不是？是或不是？长歌，你当真觉得我会害你吗？是房先生，是房先生教我的。他说你信子君，只有这样才能逃出去。房玄龄，你回去告诉房玄龄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想办法，不用他可怜我。我不想欠的这个人情。真正能让长歌打消顾虑的，便是你们由小到大的姐妹情了。这次真正能救长歌的，其实是你。长歌，这是我欣慰你求来的平安符，你把它带在身上，定能平平安安的。平安符，你们秦王府对我们东宫上上下下大开杀戒，你阿爷杀了我阿娘和阿爷，你要我平安？对不起，长歌，我不知道。永安郡主，从此之后你我短兵相见，
国公代替。长歌，我们是从小到大最好的姐妹。长歌，姐妹。我要如何与我的杀父仇人的女儿做姐妹？我数三下，你立刻走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三、二、一。真的要赶我走？若是你杀了我，能化解你对阿爷的恨，乐嫣无怨无悔。长歌，乐嫣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难道是房先生的计策失效了吗？陛下命臣将太子之玺给殿下带来了。有何异常？方才永安郡主来送过餐食，属下已经检查并无异常。永安郡主是郡主，来人，在封锁红衣宫，其他人给我追。是。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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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太医，殿下，李长歌就是我大唐的心腹大患。启禀殿下，我们发现了郡主的侍女晕倒在了书房的外面。书房，快回书房。可明，东西不见了。来人，务必把李长歌给我抓回来。是。